生命探测器的敌人那个敌人。这是医者仁心的赖清德。此时此刻，我们都是台湾队。这是超有魄力的赖清德，从市长到副总统，接下来要挑战总统大位，这是你从没看过的赖清德。过去一年四季都穿西装的他，甩开包袱，万红丛中一点绿。赖清德对《踏浪》这首歌的歌词熟得很，但四肢输给一旁姐姐们。被阿纪这么一提点，紧张的又落拍了。赖清德马上 hold 住，跟着跳完全场。从未在公开场合跳舞的他，24号前往台中辅选，遇到热情的姐姐邀舞，拍手、踢脚、扭臀，十分融入。3、2、1，跳完舞的他红光满面，一旁姐姐也开心毕业。原本赖副总统想说过去打声招呼寒暄，殊不知姐姐们很热情，音乐一按，自然而然他好像就在队伍里头一样。他也很大方的就跟着跳完了一首整整3分多钟的大会舞。面对两岸议题严肃处理，党内的纷扰稳重摆平，赖清德跟人民面对面，轻松场合展现赤子之心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